7月30日，林更新在微博晒出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身穿古希腊服装，白色潮袍，披着一件蓝色披肩，头上还戴着一顶卷卷的假发，双手敞开，一脸陶醉的表情。他搞笑配文称：“阔别已久的亚特兰蒂斯。”网友纷纷留言：“哈哈 哈, 哈，打扰了我的房子，厉害了我的哥。”林更新和王丽坤如今在娱乐圈里非常的活跃，可以在不少的场合中见到两人的身影。并且林更新和王丽坤也是非常的低调。7月28日，有网友在微博中晒出一段视频，王丽坤和林更新外出和好友吃饭，林更新站在饭桌旁，而王丽坤在一边和他说话。全是人外边，全是人，打一圈。有网友更是评论称，看王丽坤和林更新说话的状态很像夫妻。视频中还出现了网友们的新晋女神猎毒人中毒枭女儿的扮演者马秋子，颜值被大赞。